9月26号，网曝天蚕土豆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《斗破苍穹》将于12月正式开机，拍摄周期5个月，将在云南、横店、象山3地进行拍摄，由当红小鲜肉吴磊出演男主。不少网友表示，演员好，班底好，非常开心。但是弟弟出演萧炎很服气。小说讲述了天才少年萧炎在创造空前绝后的修炼记录后突成废人，就在他即将绝望之时，一扇全新大门在面前开启，经过艰苦修炼，最终成就辉煌的故事。吴磊一脸正气的长相，甚是根正苗红，十分符合如此正能量的角色。何况三十弟弟古装可是出了名的颜值爆表。近日他曝光了一组为某杂志拍摄的复古写真，镜头中的他身处一片江南烟雨朦胧之中，仗剑而立山水之间，仿佛化身武侠世界般，有种少年剑客浪迹天涯的即视感。这组写真看得本劳更加期待他的新剧诞生了。芒果捞新闻，吴磊的古装简直不要太好看。报道。